一个青花的铜瓶，那个青花发灰吧，灰灰的。明末清初，这是顺治的，这个脖子上有这种折枝花的，一般都是顺治的比较多。高度是39.5，口径是13公分。39.5公分高，这个武将，这个应该不是武，这是武士的，这个是武将，持着一把矛，挎着一把剑，旁边一匹快骑，一匹马，这是一旌旗吧，他的战旗，这是。底下是鱼鳞草，这个战将多威武这里有一首诗：马褂征鞍，将褂袍。倚门外月儿高，这个字我忘了。男儿要带封侯印，腰下长拳带雪刀。这山的有酸氧，有深浅。17世纪，这是北斗星嘛？月亮，月儿高啊，真是月儿高啊！什么门外月儿高啊？哎，不去研究它了。这四朵图案。四朵折枝花，这个耳朵，这个脖子上，那这个底足，平切的，平沙底，圆长圆就。它这个釉面都很硬的，这个底径也是13公分，底径也是13公分。这盔甲也画得很仔细，身上有花纹呢、啊。